一字排開啦。Last time we tried to get into a truck, but the Lawrence Burt Road. Let's see. Go away. Thank you. 嘉宾们都各自各位，各位开始盛大的庆典活动。刘省玉梅寮华人联谊会成立40周年，刘省天后宫诞辰40周，莅临这个庆典的所有的嘉宾共同的举起你们手中金色剪，剪下这幸福和历史的时刻。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bout to conduct a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We're about to conduct a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in celebration of the Yuzhou Tianhou Temple, the Mahjong Parade celebration, successful event, and also the association's 4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And we welcom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including the chairman, Xu Shui, and also the president, Henry Wu, and other guests to perform the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入边都有。好，我们随着符号。好了。我们倒数3、2、1，大家共同剪下这幸福的彩带。啊，中午。We will count from 3, 2, 1, and we'll do the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Liverpool Councillor Mr. Nathan Hay
乐器。侯文是荣誉主席，林丽华女士。尊敬的一月年了华人联谊会李军士历届会长，逸轩中文学校老师，朋友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能在这和大家一起分享而庆祝这四十周年的盛会。庆祝南半球史无前例的妈祖巡游活动圆满成功。联谊会夜年聊年会自1979年在悉尼的一个办公室成立，以30颗沸腾热心的这个成员和天后宫成立了夜眠聊，
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教育，支持并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为社区提供华语社会福利服务和协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四十年来，我们一直秉持此宗旨，服务于社区。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本会李建士全体成员，感谢历届会长及天后宫委员会主席，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无私付出，感谢我们义工团队所做出的奉献。我今天特别感谢尹先生和尹太太，他们老人家今年100岁。 I'd like to address Mr. John Yin, John Wang. Mr. John Wang now is 100 years old and he still works as warranty in our community. It's 100 years old. He's still a member of our temple.钱又复利，不离不弃，初心不变，这是可贵的精神。有句话说得好，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有了你的不离不弃，始终坚守这颗初心的榜样，也促进我们不忘初心的精神。谢谢你。今天本会隆重宣布，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和宗旨，正式成立澳大利亚妈祖文化交流联合总会，进一步弘扬妈祖文化，纯粹的中华文化，弘扬和传承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神。本会于2018年11月12日正式注册并获得批文澳大利亚妈祖文化交流联合总会，并以2019年6月30日成功举办了历史上无前例的南半球妈祖巡游活动。在此，我谨代表本会感谢各界社会贤达及好友的热心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参与，谢谢义工们，你们辛苦了。还要感谢郑丽丽主席和东方和中华文化世界之窗总会的各队伍，盛会的成功，你们的奉献锦上添花，谢谢你们。二，澳大利亚中国茶文化交流总会，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中国人有计划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自古以来的开门七件事之一，饮茶是非常普遍的。
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化层次。唐代有茶圣陆羽，他吹响了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的精神渗透了宫廷和社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茶的历史发展、茶区人文环境、茶叶的科技、茶类、茶具、饮茶习俗、茶道艺具、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和文化艺术、医术、形式，以及茶道精神与茶德、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几千年的来中国，不但累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累积了丰富的有关茶精神文化和茶的制度文化三个层次。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属于文化学范畴。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之中国茶文化，本会以2019年7月13日正式注册并获批，把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之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以世界各地人民分享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和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三，正立立国际舞蹈学院悉尼西区和切索分区，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歌舞剧院，正立立国际舞蹈学院创始人郑丽丽女士是一位最受欢迎、具有高知名度的华人舞蹈艺术家，并公认为澳洲舞后之称。舞蹈编导及导演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以华人华侨为主体的大型艺术团体，曾经在纽约专注学习西方舞蹈，拓宽和丰富舞蹈技能。他具有杰出的东方舞蹈功底，而且对世界各国舞蹈，如西方舞蹈、爵士舞、南美的桑巴舞、拉丁舞、阿拉伯舞、印度舞都表演得很出色。澳洲东方歌舞团曾参加过多个大型晚会的演出。2010年，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闭幕演出等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培养艺术人才、提高华人艺术活动、展现舞蹈艺术魅力、繁荣市区的文化艺术生活，澳洲东方歌舞团郑丽丽国际舞蹈学院加盟澳洲华人联谊会，并设分会分院，以教导东西方舞蹈、声乐、民乐
居古董，培养出新一代艺术家和舞蹈爱好者。谢谢。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幸福美满。谢谢。最后一个发言，各位，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团长郑丽丽女士，她有最后的祝福要献给大家，祝大家怎么样？听得美，吃得美，回味也美，好不好？来，掌声响起来！谢谢托马斯，这乐队嘉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很棒啊！在此，我们欢聚一堂在这边。我主要说一下，我们祝贺我们上阵南半球的大巡游圆满成功，同时在这里代表所有的艺术家们共贺我们越棉寮华人联谊会40周年的大庆和天后宫4周年的大庆，预祝澳大利亚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祝贺中国文化茶会交流协会的成立，祝贺郑丽丽国际舞蹈学院西区分院的成立。在这里，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团队们，对你们的奉献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再次感谢所到的嘉宾和朋友、传媒媒体，谢谢。